自古以来，和皇帝下棋是一件难事，输得太随意、太明显，不仅扫了皇帝的兴致，皇帝还会认为你在敷衍他、羞辱他，治你个欺君之罪。赢了更麻烦，搞得领导没面子，弄不好小命就搭进去了。可在清朝，有这么一个胆大的书生，他与乾隆皇帝下棋胜出，令乾隆皇帝颜面扫地，书生差点引来杀身之祸。不料书生一句话扭转乾坤，不仅保住性命，还抱得美人归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未及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书生与乾隆下棋争妻的故事。刘墉其人，我们要说的这位与乾隆皇帝下棋争妻的胆大书生，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宰相刘墉。公元1719年，刘墉出生在山东诸城，他的父亲名叫刘统勋，是清朝有名的首辅军机大臣。从这一方面来看，刘墉也算是一个官宦子弟了。不过刘墉并没有靠着祖宗的荫庇进入官场，而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上位。年少之时，刘墉虽然算不上聪明绝顶，但却肯下苦功夫，也积累了不少的学问。别人30岁还没有考上明经的时候，他却已经是进士了。殿试之时，乾隆对刘墉提出了多个问题，他都对答如流，给皇帝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，成为了那一届科举的第二名。在进入朝廷的中央系统之前，刘墉曾在安徽、江苏、山西、陕西等地当过官。匆匆而过30年，刘墉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为官准则，公正廉洁。或许也正是因此吧，他获得了乾隆皇帝的提拔，62岁那年被调入了京师。此时刘墉虽然已经年过花甲，但他依然在为老百姓发光发热，为朝廷尽自己最后的力量。他曾先后担任过御史、吏部、工部尚书等职位，也曾多次上书解决了朝廷中的许多问题。就这样，刘墉越来越受乾隆的器重，还有民间百姓的爱戴。当时老百姓结合他的特征、性格，赠送给刘墉一个浓墨宰相的称号。正所谓人如其名，这四个字完美的诠释了刘墉的为人。他不像和珅一样滑不留手，更像是一根筋，经常会触犯乾隆皇帝的威严。乾隆皇帝选妃被拒。今天要讲的故事发生在刘墉进京赶考的时候，当时5年1度的选妃开始了，可乾隆最想要的是六王爷的女儿，自己的堂妹。和珅最会察言观色，建议乾隆找六王爷过来谈谈，皇上有意，六王爷他不敢违抗。乾隆顺势将六王爷叫了过来，六王爷嗜酒，头一天喝了一晚上，一听乾隆要娶自己的女儿，醉意顿时消散大半。但他知道女儿不想入宫，而且他也没有当国丈的心思，于是便借着酒劲儿揣着明白装糊涂，答非所问。乾隆烦不胜烦，当场冷了脸，只好令六王爷回家。六王爷刚出门，撩起袍子就是一路狂奔。他急急忙忙来到棋社找女儿，他告诉女儿大事不好了，皇上喜欢上他了。女儿听后大惊失色，庆幸六王爷没答应乾隆皇上。然而两个人也清楚，他们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乾隆身为一国之君，他一旦起了心思，根本没人能阻拦。这时六王爷想到一个主意，他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学子汇集京城赶考，让女儿在棋社摆一个擂台，来一个手弹则驸马。女儿仔细一想，也认可了这个主意，毕竟自己择婿总好过进宫当笼中鸟。六王爷很快就派人将手弹择婿的消息公布了出去，不一会儿京城所有男子都知道了这个消息，而其中就包括了山东来的书生刘墉。店小二告诉刘墉，六王爷的女儿棋艺超群，皇帝御笔巾帼其瞳，她长得赛过天仙，建议刘墉和其他书生去试一试。刘墉听后顿时来了兴趣，心想六王爷的女儿漂亮不漂亮倒是其次，最重要的是他想下棋争胜，免得天下学子被小丫头小瞧。刘墉这人文采非凡，出生在书香门第，
下棋自然是不在话下。但可惜的是，他是个罗锅，且生得其貌不扬。朋友告诉刘墉说，以他这模样如何前去，于是将旁边的斗笠绑在了他的后背上。刘墉与乾隆对弈争棋，于是刘墉背着斗笠来到棋社与六王爷女儿对弈，二人摆开棋盘，一人执黑，一人执白，开始在棋盘上大杀四方。这是一场关乎六王爷女儿终身大事的棋局，于是乾隆也穿着便服来到棋社围观。见六王爷女儿下错了棋，乾隆在旁边急得团团转，想要提醒，一旁的书生却把他怼得哑口无言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六王爷女儿主动认输。乾隆自然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喜欢的女人被别人抢走，眼见刘墉喜滋滋地要走，乾隆一把将他拦下，说自己到这里来也是手谈择夫婿，既然刘墉赢了棋局，他愿与刘墉对上一局。一旁的和珅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，上前劝刘墉直接认输，但刘墉不认识乾隆，根本不惧，直接应战。乾隆说如果自己赢了，六王爷女儿就归他，可刘墉却说如果乾隆输了，就再也不要纠缠了。和珅还想阻拦，乾隆十分不耐烦地将他一把推开，和珅站立不稳，摔倒在地，引得众人哄堂大笑。和珅出了丑，脸上挂不住，可他敢怒不敢言，更不敢记恨皇上，所以刘墉就成了他痛恨的对象。刘墉是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与和珅的矛盾从这里开始已经埋下了导火索。之后乾隆与刘墉二人分坐棋盘左右，乾隆为了让其他人看到自己大杀四方威武的一面，还让人摆上了大棋盘。正杀得火热，来参谋女婿的六王爷也来了，看到乾隆，六王爷连忙偷偷派人将女儿叫了过去，指着乾隆说他就是当今的万岁爷。女儿听后慌了，难道他真的无法逃脱进宫的命运吗？于是着急地让六王爷想办法，可没等想出对策，和珅带来的亲兵已经赶了过来。六王爷让女儿躲到楼上，自己小心翼翼地来到了乾隆跟前，大声喊道，老臣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在场的其他人以及刚刚到来的和珅等人也迅速跪地叩拜。刘墉捏着棋子目瞪口呆，此时和珅大喊，大胆刘墉，敢与皇上平起平坐，还不跪下。刘墉连忙跪下，乾隆故作大度地说不知者无罪，还催促着刘墉继续下棋，快点分出个胜负。可有皇上的身份压着，刘墉赢了不对，输了也不对。一旁的六王爷好心提醒刘墉，告诉他别下棋了，输赢都活不了。刘墉又急又怕，出了满头大汗不说，犹豫半天却是一个子都没落下。乾隆的胜负欲已经被刘墉刺激出来，刘墉这才稳住心性，迟缓地落下一子。原本轻松正常的棋局瞬间变得压抑恐怖，当然压力全在刘墉身上，只因乾隆每落下一子，六王爷就会带头高呼皇上圣明。几声下来，刘墉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，当然乾隆也烦这些人，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思路，下令他们不要再出声了。刘墉机智救自己一命，可没了声音，乾隆又觉得沉闷，并让六王爷把女儿请出来。有了美女在场，乾隆龙颜大悦，下起棋来更是精神倍增。可六王爷的女儿不顾乾隆的目光，反倒与刘墉眉目传情。看到家人给予自己欣赏的目光，刘墉瞬间有了选择。然而刘墉决定胜负的棋子还没落下，和珅就呵斥要将刘墉处决。刘墉的冷汗顺流而下，众人也纷纷脸色大变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刘墉缓缓地开了口，说皇上，刚才擂台之上可有君子一言？乾隆冷冷地看着刘墉，随后打落了棋盘上的棋子，重新抓了一把白棋，铺开摆列，众人的心被高高悬起。乾隆在棋盘上用棋子摆出不杀二字，
刘墉死里逃生，既惊又喜。此时和珅不死心，在旁边火上浇油，说刘墉竟敢迎皇上，着实该除掉。刘墉反驳说，皇上神智大勇，他岂能赢得了皇上？皇上手谈，让其乃成人之美，该除不该除，得皇上说了算。刘墉这句话给乾隆戴了一顶高帽子，同时也递上了一个台阶。此时的乾隆若是听了和珅的话改变主意，倒成了食言的小人，受天下人耻笑。乾隆保持着最后的体面离开骑射，众人这才松了口气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。